25题，我们把刚才24题的物体呢，改放在一个粗糙的水平桌面上，同时呢，用甲、乙、丙三个弹簧把它连接。连接的图像这里的图二所显示的。然后，当我们的杰恩并没有去施力的时候，那么甲、乙、丙三个弹簧读数呢都是零。那么现在，请问你，如果我在右手边的丙弹簧施力八克重的话，那么请问你，我们的甲、乙、丙三个弹簧的读数呢是多少？首先这一题，我们要先看到我们的图三。那么根据我们图三所显示的，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施力八克重的时候，并没有超过这个弹簧的最大静摩擦力十克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东西会仍然保持不动。那么东西不动的摩擦力叫做静摩擦力。静摩擦力有一个重点，就是静摩擦力会等于外力，外力会等于静摩擦力，所以我们要晓得在这里的摩擦力是静摩擦力，它会跟外力是一样大的。然后呢，题目上说我在这里拉了一个八克重的力量向外面，所以丙弹簧会产生一个弹力呢是八克重，然后呢跟外力抵消，同时呢它也会产生一个拉乙弹簧力量呢也是八克重，乙弹簧呢也会产生一个弹力八克重跟外力抵消，然后乙弹簧也会拉个物体呢也叫做八克重。但是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粗糙的水平桌面，它是有摩擦力的，而这个八克重呢又并没有超过它的最大静摩擦力，所以东西仍保持不动，这个摩擦力叫做静摩擦力。刚才说过了，我们的重点就是静摩擦力会等于外力，所以这里会产生一个静摩擦力八克重去跟我们的外力呢八克重互相抵消，那么然后物体呢就保持不动。那因为这个力量已经互相抵消了，然后东西是保持不动的，所以它没有力量去拉我这个甲，在甲这边它是没有力量的，它是零的，没有力量去拉甲。既然没有力量去拉甲，所以甲就也不会有力量去拉这个木块，所以呢甲所产生的弹力呢也是零，甲的所产生的弹力呢也是零，所以呢甲的弹力是零，然后乙丙的弹力呢都是八克重。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的分析就知道，我们这题的答案呢应该要选择的是甲的力量呢是零，而乙丙的力量呢都是八克重，所以呢我们答案要选择 C,F 甲是零克重， F 乙跟 F 丙相等都是八克重，答案是 C。